个五阶的老巫婆就有困难打的，这一下直接来了一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字撑蛇阵啊，不知道哪个小僵尸敢来挑战呢。我来。小鬼淘金，我让我来。区区老巫婆有何难的，今天就要你们看看我巨人僵尸的实力。没想到最后是靠我拿到的机会。哦，才拿了三面旗子，太菜了，让我来试试。不过需要巨人老兄来帮个忙啊。没问题，老炮回来。你们都不问我答不答应吗？现在轮到我发挥了。比我还惨，还没结束呢，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你们两个半斤八两，溜了溜了，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